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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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面了，是是是。刚刚其实我在就是开播前见过一次，然后我今天看到的时候，哎，怎么又长高了？感觉、没长高，没长高，没长高。是是是，可能是我变矮了一点。我穿的比较高，穿的比较高。好，那龚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喽。看这个啊，看这个，看这个。Hello， 直播间的佳琪哥，直播间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龚俊，很开心又来了。是，所以这次来有跟上次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不一样的感受就是人好像很多，这次真的很拥挤，公司里面真的更多了，感觉。是是是是是，好，那所有女生们，希望大家多多帮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啊、其实就是龚俊其实之前也会有开过直播，对吧？然后包括我们有看过一些就是你直播的一些片段，然后包括你在那个品牌店铺的时候也会有直播，有。然后我们大家都说非常有潜力。就直播很厉害，而且很会自己 Q 节奏。潜力是指的是直播潜力，直播潜力啊！签了我，我可以哦。现在把合同拿上来，我们就直接签掉吧，好吗？那就是你觉得自己直播这么多次有什么心得吗？心得，心得那要看什么直播，什么直播？那比如说今天在佳琪哥的直播间，对吧，是。心得那就是咱们就卖开心，卖开心，好，卖开心，玩的开心。是，那如果在品牌直播间的心得呢？品牌直播间那就要看卖什么品牌，对吧？那比如说 Fresh， 今天 Fresh 和舒肤佳是那就是沐浴露，对吧？提前一天就得这个用上舒肤佳，不是提前一天，一直得用舒肤佳，对对对，洗得干干净净、香香的啊。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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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sh 呢，那就昨天啊，前天又发布了新品了，是双脚红茶水啊，也得天天用起来。是，所以今天希望龚俊来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跟佳琪一起，可以跟我们的所有女生一起，然后开心直播，开心直播，开心带货，好不好？开心带货。那其实龚俊之前也来过我们的直播间一次，然后上次来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跟我们的奈娃家族的佩奇有互动，但今天你来已经事隔两年左右的时间。哎，是的，是，所以我今天要给你一个小难题，什么？看你认不认得出来谁是佩奇。哎，这有什么好难的？好，来喽。所以他是佩奇吗？哎，他，所以他是佩奇吗？谁是佩奇？这是你说这是谁？这是你是佩奇吗？那你先报着，你先报一个。好，你说，我来报。你说谁是佩奇？他是吧？谁？他是佩奇还是他是佩奇？他是佩奇。那如果猜错了有惩罚的哦。惩罚是什么？惩罚呢，我们就等下发红包。我来发呀。当然啊。猜错一次发一万。哎呦我天，太多了太多了。那你觉得谁是佩奇？那我猜对了吗？我感觉他吧，是不是要小一点？你说他是佩奇是不是？恭喜你。对了。猜错了。他是啊。他是佩奇。嗯，是吧？我看一下。他是 Never 吗？我也看一下。对，他是佩奇。你怎么看的呀？因为他们两个长得真的非常非常像。Never， 我跟你说 Never， 你不要太会哦。整个奈娃家族里面就是你最会了。每次看到帅哥就要很开心，你还躲到怀里去了嘞。他还蛮乖的，你看，哎，他不理你，你看。Never 啊，躲到帅哥怀里是呗？有帅哥就不要我了呗？你跟所有女生真的是一个样子。Never。怎么回事？好可爱哦！他今天互动的对象是佩奇，不是你哦。我今天准备把他带走了。行吧，奈娃。天哪，你很会哎！你看他好乖哦，对吧？是。给点镜头。行呗，奈娃，很有安全感，可以。行，不要我了，佩奇，我们两个直播，没关系，没关系，就这样。奈娃太逗，我说奈娃的耶，奈娃你在干什么？你的脸呢？他害羞了吗？是 Never 你的脸呢？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明白。好，可以，李奈娃，你要姓龚喽，从今天晚上开始就叫你龚奈娃喽。好啊好啊，带回剧组，来吧。哎李奶，他是不是困了呀？不是，他可能是就是不想理你。就是我们就是刚刚说的是要寻找佩奇，然后他可能很难过，听懂了。是说他俩会争宠，是非常争宠，非常爱吃醋。是，好了，没关系啊，刚刚猜错了，我们等下来一波红包，好不好？给我们的美人们，今天晚上大家就开开心心，好不好？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啊，分享一下直播间，分享一下。那让我们的狗子们先撤吧，好吧？等下我们再来互动啊，等一下再互动，等下再互动，等下再互动。奈娃，谢谢你，辛苦你，奈娃，辛苦、啊。
好的，那谢谢大家的支持，直播间啊，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现在大家就是已经7:40了，那这个时间点其实是所有女生和所有男生们下班回家的时间，收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下班了之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比如说爱好啦，对吧？兴趣啦，那工具有没有属于自己的那种放松时间？平时你放松的时候喜欢干嘛？啊，我如果这个收工了哈，要是有时间的话，去健身房。健身房、啊、练一练、啊、运动跑跑步是啊，做做有氧。就是我之前有看过你的采访，就是说你一周会有7天健身。啥时候说了？有吧，我们导演说的啊、有，但也有，如果是真的放假这么长时间，我应该每天都会练。但就只要有时间每天都会就是准时练。是的，在剧组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了解。所以今天来到现场能不能教我们几个，教我几个你常做的动作？毕竟我的就是最终梦想就是在我退休的前一天可以拍一组类似于像你这样子就是非常厉害的健康的那种照片。照片。哥、哦、我身材很好。哎，我前段时间看见你那个路透嘞。我你线条还可以，我感觉。我什么路透？你是不是最近在健身啊？我健身，但是我有路透过。说你什么手臂线条还是什么那个泰国是吧？我在泰国路透。你最近在健身吗？我最近在健身。啊，在健身。嗯。我教你一个很好的动作。行。就倒立。开玩笑，你要坚如在这倒立了，你就自己播了。好，所以你平时会在酒店里倒立或者在片场？这太快了，所以你刚刚是骗我的，骗的骗的。行，那平时你健身的一些就是，就是那种动作会，比如说做俯卧撑的还是？会俯卧撑、嗯，就说在房间里面很方便，是，比如这个桌子也能做，就这么这个桌子也能做，不是这个还要简单一点，就这样，是，就这样做，哇、哦，这个很简单，可以哦，因为它这个是有那个又有辅助的啊，要是你觉得难一点呢，就在地上啊，地上咱们今天也看不见，就不做了，这也看不见就不做了，好，那我们下次让龚俊。那个拍个 vlog 啊什么之类的，可以可以，拍个 vlog 拍个 vlog。那其实健身运动完了之后呢，大家都会比较的需要去用到一些好的产品，就这么尬，就这么直接进入到产品，要洗澡。那确实，我觉得夏天大家都已经开始热爱健身哦，开始运动起来。那其实洗澡这件事情是真的很重要。所有女生们，那你对洗澡有什么要求吗？哎，我喜欢用的是一些比较。清新的啊，清新的，香味比较清新的，然后清洁力强的。第一个要好闻，第二个要清洁能力强。是是是，嗯，首先得清洁能力强，清洁能力强、这个最重要。然后呢，味道也好闻，是清新不油腻。了解，哎、啊，那我给你出一个小小的难题哦，就是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带的产品是我们的舒肤佳的净透系列的沐浴露，我超级超级喜欢，超级喜欢。对，但是这两个产品我就是一直很纠结，我说我到底要用石榴味还是用山茶味？啊，我来给你解决，你来给我解决。好，你说你觉得哪个味道更好闻？现在要上上产品，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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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来，你觉得哪个味道是你比较喜欢的？我平时喜欢用石榴味的啊，为什么啊？因为它里面有股很清香的石榴香，我很喜欢石榴香。哦、了解，嗯，是不是？是。然后这一款的话是山茶花味，你知道吗？就是网友们给舒肤佳说了一句话说。他们家真的做香味不输大牌哦，就是他们家的山茶花以他们家石榴味真的好闻到爆炸，好闻到爆炸。就是在洗澡的时候，你会感觉哇哦，自己变身到了，比如说山茶花园在那儿洗澡的感觉哦，在它的味道不会说太过于就是浓或者是呛鼻子，它的味道是那种比较清新的，而且洗完澡躺到被子里的时候，感觉那个味道还在。我们的被子里面慢慢慢慢的来增加它的层次感哦、是的是的，因为山茶花呢它可以浸透毛孔、啊、没错，非常好、啊、你闻一下真的很好闻，山茶花、啊、山茶花也很好闻，是不是清香的感觉、啊、山茶花更加的偏向于清新的感觉，清然后石榴我觉得变更加的偏活力，偏活力对不对？我觉得是是是，大家白天的时候可以用我们的红石榴味，然后晚上的时候可以用山茶花味，好吗？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话是做到了一个净透型的一个沐浴露，这款沐浴露佳琪为什么说今天请公众来我们要一定要带这个产品，因为我跟大家说啊，当夏天我们穿的衣物可能都是单薄一件，嗯，包括去健身房可能有的是我们啊，比如说要那举铁啊要练，然后有的椅子可能是别人已经躺过的已经坐过的，但是我们这件衣服的话就一定要做到一个强洗净，然后包括我们自己身上出了很多的汗之后，其实对比于我们的冬天，其实夏天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个洁净是很有需求的，是的，很重要。而且美们像大家说我健身运动就容易长胸口痘背后痘，这里面还添加到了我们的红石榴系列，添加到了果酸精粹，它做到了微米级的一个排浊粒子，可以吸附掉我们身体多余的油脂啊、wow. 然后我们的粉尘啊，所以做到像
吸尘器一样，来帮助我们吸走身上的灰尘跟油脂，让我们的毛孔变得干净，所以我们就不容易长那么多的痘痘了。哦，哇，嘉诚哥好厉害。那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说，大家一定要今天试试看我们的净透沐浴露，你会说什么？首先啊，清洁能力非常强，是，然后让肌肤非常的舒服啊，了解，顺滑，嗯，香味呢，又很香，可以这个留存在身上，给你愉悦感，给我愉悦感，很开心啊，仿佛置身于这个花园当中，没错，啊，很开心，很开心。是，那所有女生们，我们的舒肤佳的净透沐浴露，今天我们的价格是领20元优惠券，79块钱是一瓶我们的540毫升的红石榴，加我们一瓶540毫升的山茶花，然后我们还会送大家补充装。250毫升一瓶，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经典沐浴露小瓶装，出差旅游袋。哦，出差旅游这个很方便，是吧？是，行李箱随便一放啊就可以。对，我们这是我们的240毫升补充装，再加上我们80毫升的旅游装啊，两瓶给大家，这么一套到手价79块钱。来，所有女生你们准备好了吗？3、2、1，我们先开链接喽，好不好？上链接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所有女生们，我们的包装，然后我们是两个版本的包装随机发货给大家，就是我们也会发一瓶山茶花，一瓶红石榴，那是因为我们在做一个包装的更换，嗯，所以我们会有两个包装随机发货给大家，所以大家收到手可能是我们的之前的经典包装，也可能是我们之后的升级包装，哦，但是里面的内容物都是新鲜，大家放心，哦，好不好？里面内容物都是新鲜的啊，我们已经被下架了，好，来再加货，下架了，对，你我能抢吗？你可以啊，没带手机，没关系，我把这个给他带走。哦，对对，是是是，好，辛苦大家，来吧，所有女生们，我马上帮大家再开链接哦。加好了，来加好喽，所有女生们，我们的舒肤佳已经加好了啊，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往下滑领取20元优惠券，那是一定要记得往下滑领取优惠券，好不好？辛苦大家，你看大家都在这买，哦哟，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好快呀，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非常快，现在已经2000多了，应该，哦，对。好不好？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辛苦大家，辛苦大家。是，那除了就是据我了解，除了你健身很厉害之外，然后其实在家里面会比较的爱做饭，自己下厨。如果是重要的节日，嗯，比如说春节，我就会在家做一做川菜，嗯，啊，简单的。哦，你会做川菜？川菜不简单嘞。简单，真的吗？为什么你觉得川菜简单？川菜就是放放豆瓣啊，放放放放豆瓣，就放这各种调料，放简单的调料啊。是，那你做饭的时候是不是那种比较爱干净那种类型？就做一道菜搞一次卫生还是？哦，是，然后要擦一擦，嗯。对，因为我爸就非常爱干净，做完菜就马上擦。所以你在做菜的时候，你爸爸会在旁边一直说盯着。也没有，就是给你压力，养成了习惯啊，养成了一个爱干净的习惯，爱干净的习惯。所以最近一次下厨什么时候？春节的时候，春节的时候在家里面浅露了两手。做了什么菜？什么菜？突然问一下，不记得了，忘了。你的拿手菜是什么？哎呀，最擅长的菜，回锅肉什么的，啊，回锅肉，豆瓣鱼吃过不？很厉害，豆瓣鱼吃过啊，吃吧，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回锅肉、豆瓣鱼都是大菜，大菜。对，然后哥就说每次做完之后啊，得洗手是吧？啊，得洗手，所以呢就要用我们的产品，很棒，果然是直播新秀，可以 啊，就自己带节奏，自己带节奏。我们做完饭一定要洗手，洗手很重要，要不然油腻，对不对？不舒服啊。对，洗手我们要用什么？我们要用舒肤佳的泡沫洗手。对的，那前阵其实你有帮舒肤佳的洗手液拍过一些杂志啊，拍过拍过照片，来看一下。哎，我们现在很高科技，哦，这么大呀，哦，哎，看一下所有女生，就是我们拍的照片，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手部的一些特写，所以我们现场可不可以用我们的泡泡洗手液来，就是教我们几个摆动作、好看的动作的方式？因为大家马上就要出去旅游了嘛，没问题，要拍好看的照片了。所以现在要涂在手上还是怎么？就拿着吧，好吧，啊，就这样拿着，拿着，比如说让你拿着产品，然后就是不经意间那种拍出好看的照片。不经意间，嗯，不经意间，那还是得 logo 找着镜头啊，不经意间啊，对，啊，先闻一闻。嗯，是吧？妈，这个手啊，这产品主要洗手液，洗手就要把手露出来，对吧，哦？嗯，就这样摆一下啊。然后呢，哥你摆一个吧，我摆一个，看一看，我一般都是美妆博主造型，就是，哦，对，美妆博主造型，美妆博主造型，这样也，这样也可以啊，可以可以把手露出来，对不对？突出产品，突出产品啊，我们都是要给产品打广告，对对对对对，开玩笑。那其实这款洗手液，它除了就是挤出来做泡泡之外，其实它做到的是味道也非常好闻。我跟大家说，就是你知道舒肤佳哦，这是一个各户洗澡和洗手的一些产品，但他们家味道做的真的太好闻了。你看这个也是红石榴味的，哥，对对对，是不是这个你拿的也是红石榴味的，嗯？然后我这一款呢，它叫做蓝江，
所有女生们，谢谢。我手上拿的这一款叫做蓝江，蓝江。这一次呢，我们做到的是红石榴，是他们最最最最出圈的一个味道。然后蓝江的话呢，我觉得会跟大家的想象当中那种说，是不是那种生姜味很重？哦，美们，你们完全放心，不会，它只是会比更加的偏清爽一点点，很清香，很清香。而且在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喜欢一瓶活力，一瓶稍微的清新一点点。而且要跟大家说一下，舒肤佳的是首页，你知道吗？它非常大的特点就是，给大家看一看啊，美眉，它挤出来就是泡泡。像很多的小朋友，他们洗手啊，那个一般的洗手液啊，泡泡还没有打出来就已经冲掉了，妈妈就会觉得说洗干净了没有？没有，因为我们洗手是要用泡泡洗手，而且舒肤佳还独创了我们的七步洗手法，而且他们的话里面都是用绵密的泡泡，有到微米洁净的一个因子，像比如说我们女生现在做了美甲，对吧？延长那种美甲，那个甲缝缝里面容易藏污纳垢，这款微米清洁因子就可以带走我们甲缝缝里面的脏东西，并且带走我们的一些细菌跟污垢，还有大家现在也是。虽然啊，我们可以出去玩干嘛，但是我们现在在一些就是场合玩完回来之后，一定要记得勤洗手。啊，包括现在大家也注重健康，每天也还是保持那样的洗手频率。是的。那所有女生们，我们的洗手液是氨基酸表活。什么是氨基酸？大家都知道，洗脸的洁面要买温和的洁面，一定要选择氨基酸表活的洁面，因为它不刺激肌肤。哦，学到了。所以它给手没有那过多的刺激感。哦，不刺激。哎，不刺激。以前我们用什么？用肥皂洗手。小时候有没有记得用肥皂洗手？有肥皂洗完手了就会觉得有点干干的，干干的，对吧？紧紧的，拔干，对对对对对，啊，非常好。哎，我们舒肤佳不拔干，不拔干，不拔干，对，洗完了之后手特嫩，特嫩，而且就不会给你过多的负担感，负担感，而且女生还要做美甲，做美甲更漂亮，更漂亮，更好看，而且主要是我们能够抑制细菌，啊，抑制细菌。实验室检测我们的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达到了 99.9%， 哇塞，所以帮你。做到抑菌除菌的同时，还可以呵护你双手的健康跟滋润。哇，要不要买？太厉害了，要买，太厉害了，好不好？今天晚上一定要试试看我们的舒肤佳泡泡洗手液，跟大家说一下有多划算啊！今天龚俊来领10元优惠券，60块钱，我们是两瓶225毫升，再送大家葡萄味。哦，这是一瓶葡萄籽味，葡萄籽味的，相当于到手3瓶，然后我们再送大家。225毫升就同等量哦，补充装一袋哦，两袋红石榴哦，还有哦，再送大家经典洗手液75毫升2瓶，哎，这个也可以带着出差，对啊，是不是带着出去玩都可以啊？嗯、所以哦，美们69块钱，你看一瓶正装、两瓶正装、三瓶正装，这个用完了，把这个打开倒进去又是一瓶，4瓶、5瓶、5瓶正装，再加2瓶。便携装75克，但这2瓶75克我们是新老包装随机发货，其他的都是我们的正常包装跟新包装，好不好？但是效期都是新鲜，大家可以放心领10元优惠券，你们准备好了吗？3、2、1，上链接咯，上链接了，所有女生手速快哦，59号链接我们已经上链接领10元优惠券，到手价69块钱，好不好？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忘记洗手，好吗？洗手不要忘记，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回到家洗洗手，包括小朋友去楼下，什么玩了之后啊，玩沙子回来了之后要洗手，洗手，好不好？辛苦大家，哎，下架了哦，来吧，我们再加一下货啊、哦，好吗？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马上帮大家再加一下货。今天洗手液只有25800份，哎，现货只有10000份，行，大家赶紧抢，等下现货没有了，只能加预售了哦。谢谢大家，辛苦你们。然后他们现在都在疯狂支持当中。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支持龚俊，支持佳怡直播间，支持我们的舒肤佳，谢谢，好不好？谢谢你们的支持，辛苦大家，已经3000份喽，好不好？然后只有10000份是现货，然后10000份卖完了就只有预售了，预售我们是7天左右发完给大家啊。对，所以你知不知道预售？就是等一等是吗？还是说先卖？可以这样说，先付一个钱，先付个钱，大概5、6天之后再发货，晚点发货，晚点发货就叫做预售啊，预售、哎、现货就是今天晚上买了可以立马发货的哦，秒发，是是是是，对对对，还是知道很多，啊、还是懂的那个行业白话的，还是网购的，是是还是网购的，还是网购的，好，谢谢大家辛苦，辛苦大家，是，那我们刚刚已经推荐完了2个产品之后，我觉得来一个小小的互动吧，互动，好不好？刚刚不是说了吗？让那个龚俊跟我们的佩奇。再来，哎，又来了，对，一次的新互动，所以就是听说龚俊有一个话题词叫做“龚俊的公主抱”没有上线，所以让我们的佩奇小公主也来体验一下，可以不抱我，抱我，抱我可能有点有上线，有上线，对对对对，那我们让佩奇试试吧，来吧，看一下，好乖，来吧，来吧，你没有公主抱哦，
我们也来公主抱，我们也来公主抱，好不好？好乖、啊。那你跟龚俊说，求求了。你看，你看他在。你说，抱抱我吧。哎呀，好乖啊！抱抱我吧。啊，你好可爱。我们奶奶也想要有公主抱哟。他会这个呀，他会、这个。对，他会拜拜。拜拜，他最厉害了。来，奈宝给就是喜欢龚俊的姐姐们拜拜。你说谢谢大家。你说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直播哟，恭喜发财！奈宝，你一边谢谢一边看着佩奇是干嘛？吃醋，又吃醋了呗？不开心呗？佩奇还叹气啊？佩奇会拜吗？他有一点难啊，没学会还？他没怎么学会，没怎么学会。他只有一个点会拜拜，就出去玩。哦，他平时就不拜拜，看你有没有办法可以让他拜拜，能不能拜拜？佩奇，你试一试吧，拜给我看看。佩奇说我很慌张，我在哪里？Neva 是不是？你看 Neva 怎么了？不开心了？龚俊在抱佩奇，不开心了，不想看他们两个，对不对？怎么了？行 ，Neva 受伤。快乐都是别人的。他，我感觉他就很安静。他吗？嗯。好，啊、你只没看他跳起来咬他的脚。啊，他俩会打架？会打架，因为他会吃醋，他会吃女生的醋，他男生的醋不吃。哦，对，因为他也是母狗狗，他也是母的。哦，对哦，我们家还有几只公狗狗。是。他不会跟公狗，他会跟女生打架，因为他会吃醋。嗯，行吧，好了，佩奇，你那个人生圆满了，已经刚公主抱过了。啊，他们说俊俊也要养一只啊，我想所以有养宠物吗？没养啊，没有，就剧组我怕照顾不好、了解了，就你会飞来飞去，是怎么照顾，不好，是、等以后有机会，有机会我们再来、啊、好的。那其实我们今天还想问一问，就是龚俊，就是你怎么样可以做到每一天工作这么忙，然后这么累，然后可能各地飞，然后还保持到很好的状态呢？那首先啊，这个舒肤佳用完了，是啊，那肯定身体照顾好了、身体照顾好了，开始照顾面子。脸很重要，脸很重要，脸、哎、靠脸吃饭，靠脸吃饭，那得用我们 fresh 的产品了。是，所以你回家之后有什么比较在意的护肤流程吗？啊，首先就护肤的时候，这个卸妆嘛，卸完、卸妆很重要，然后洗完脸啊，这个很重要，然后呢，要用水，要用水啊，最近非常好用啊，是 fresh 的。那个双酵红茶水、啊、水是升级了、升级了、我们两年前也是 fresh、然后我们一起来的，对，我们真是很称职的代言人的各位老板们，各位金主爸爸们，好不好？要请代言人就要请这样的，谢谢哥，多称职，自己 Q， 谢谢哥。好，我们来吧，所有女生们 fresh全新升级的我们的双酵红茶水，双酵红茶水，对，因为我自己本人也非常非常爱它。你知道我每次在直播的时候，无论什么618啦、双十一，你知道吧？618、双十一，知道，知道。你知道我特别特别想要女生们试试看，就是 fresh 家的红茶水，因为我觉得这一瓶真的是一个大宝藏，真的你们可以试试看，它真的好厉害。因为你知道这瓶水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到我们的皮肤的透啊、亮啊，然后有光泽啊。他们家还可以做到外抵御，因为就黄金双酵，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来提供持续的一个保护，帮助我们的肌肤来抵御外界环境的侵蚀，然后内帮助大家来做修护，就是它可以一边外抵御内修护。是的。所以这瓶水的话是佳琪自己本身，我自己也会用，而且你知道他们家这瓶水的话是升级了酵母菌加我们的木醋杆菌加红茶发酵产物，所以呢他们家那个酵母菌会更加的多，所以可以为我们的肌肤建立起更多的一些防线，而且他还加了整个集团 LVMH专研的成分叫做肌醇，对，它可以稳定住我们的皮肤的一个状态，让你的状态不会说因为比如说晒了两下太阳啦，去户外玩了啦，然后什么逛了个街回来，然后皮肤就有点红红的，我们的抵御能力会变得更强。然后同样我们里面还有到的是我们的银橙蒿花的一个提取，它可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的肌肤看起来会更加的透亮一些些，还有透明质酸钠，就是做保湿补水，所以这一瓶水就是一瓶四水四精华的产品啊，而且我不知道，就是龚俊用起来的时候，你觉得有没有那种很好吸收的感觉？很好吸收，因为男生不喜欢油，对不对？是的，我就是有点混合皮、然后呢，就是说用完之后又细又透又嫩，哎，又细又透又光滑。哎，哥，你知不知道它里面最重要的成分是什么？在哪？最重要的成分是什么？喜马拉雅的黄金芽。
哦，哇，卖点哦，对对，可以，很厉害。看来前两天工作很认真的，是是是，现在还记住了。是，而且我们这次用到的科技技术是第二代的一个二次发酵技术，这样子的话，它可以做到一个更好的吸收，而且让你的皮肤真的可以用一瓶精华水来改变自己的一个肌肤状态。好，所有女生们，质地给大家看一看哦，它的质地哦更加的偏水润，而且所有女生们流动性还是依旧保持的非常非常好。然后你看哦，轻轻一抹开。整个就被皮肤所吸收，就你不用担心说啊，我是油皮，我能不能用这种精华水？美们，你们完全放心，完全可用，好不好？真的可用，我就在用，是试试看。而且所有女生们，第一代就已经这么好了，第二代美们，它的效果，包括它的水润度，包括它的一个吸收性，都会有的额外的提升。那今天龚俊来，然后也是我们的 Fresh 红茶水首次在直播间第二代亮相，我们这次真的做到了一个特别厉害的福利，因为像品牌的升级包括新品是没有办法第一次直播送到买一赠一哦，是吗？我们这一次所有女生1080买一瓶250毫升第二代我们的双窖红茶水直接送50 50 50 50 50，所以这里是6瓶50 300，这五瓶啊，五瓶，哦，对不起，我数错了，六瓶，我跟你说，老板在对面都要发抖了。买250毫升，我们送250毫升，哇，就买一送一的量。而且美们，其实现在大家出游比较多，那我们用50毫升带出门比较好，因为这个又是玻璃瓶，而且又大量。是的，哥，这个放到行李箱不是那么的很方便，这个就比较方便，是可以直接上飞机。所以比如说你要去哪里拍戏啊，又去哪里做活动，带这个就带这个小的，就特别方便，是的，好不好？辛苦大家，那所有女生们准备好了，我们直接拍。1080到手，买250毫升送250毫升，3 2 1 Fresh 双窖精华水上链接咯，上链接好吗？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上链接咯。他们让你私人再送他们50ml，我私人再送啊，那我得这样，我们先送一个龚俊给大家的红包啊，好吗？什么意思？10000块钱哦，红包大家可以可以领，哎呀，来都来了，我发你发，好，来我们红包准备咯。好不好？马上帮大家把我们的红包挂上来，然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红包领取的那个红包金额，然后大家可以对口令红包啊，口令红包，哇哦、wow, 好精彩，好久没有玩过。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口令红包就是什么意思呢？等一下我们会有一句话，对，然后大家在那个评论里面打这句话，他们就可以有一个红包雨降下来哦。然后这就是口令红包哦，哎，好不好？辛苦大家，那我们上链接喽，上链接好吗？我们的双窖精华水。已经帮大家加好，大家可以直接去拍。我们这叫1080，买一送给大家。然后所有女生们千万不要走开，底下还有两个真的，我超推荐，非常好用 ，Fresh 家的唇部，超级好用，白泥，是的，好不好？还有一个白泥，我们底下白泥买一送一，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佳琪直播间。来吧，我们的哎下架了，红茶水卖完了，来我们马上帮大家再加一下货哦，辛苦大家，我们的双窖红茶水马上再加货啊，全新升级，是谢谢大家的支持。来，我们刚刚说到了。脸部保养啊，还有一个，我这么近距离看龚俊了，我觉得他的皮肤是真的很好，而且唇部状态也很好，唇部状态。所以你有什么保养唇部的小方法吗？哎呀，哥，不瞒你说，嗯哼，那肯定要用 Fresh 家的唇膏啊，是是不是？所以你是一个会坚持涂润唇膏的人。等等，你说，谁呀？我抱着他，有点不方便。佩姐，来，不打扰我们工作，我包里就有。我们先去旁边玩，来，哎呀，拜拜，看到没？哇，随时你还带的是一只小只，这个方便，而且这还真的是有使用痕迹的哦。啊，是，对，我还看到它的使用痕迹了，它就已经涂的刚圆圆的了。不是我上台前刚用了，上台前刚用的，对对对，所以会平时包包里会随时揣着。对对对，这个必须得带。还有一个那个它加很多种那个颜色、味道和颜色，颜色对，这个就比较适合男生，没有颜色就没有颜色，透明的。是的啊，但是我跟你们说，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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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用。我自己本身也是会在直播间经常给大家推荐我们的 Fresh 的一个唇部礼盒，因为你知道他们家的唇部就做到了第一个，我们有颜色，然后第二个我们也有透明的，就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比如说你们要涂一些比较亮丽的口红，我们可以用透明的做打底。是的，对吧？如果你说佳琪，我今天不想涂口红，我只想要说素颜气色好一点点，我们可以用他们两支搭配颜色的，让你提提气色，是不是很厉害？是哥，也可以这样，对，买回去这个给老公，老公这两个自己用，或者给儿子，这个自己用，对，也可以，没有任何问题，没有问题。哎，这次我觉得龚俊来了，我们来个挑战吧。怎么了？好不好？就是用几个不同的状态来说 ，Fresh 的唇膏真好用。
就说不同的语气。语气，对对对对对对对。啊、第一个什么？第一个语气我们就来热情活力的吧。热情活力的，哎，直播间的每哎，直播间的所有女生们，所有啊，所有女生们 ，Fresh 的唇膏真的很好用。这个叫什么？三二一，买它！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再来一个，就儒雅的，儒雅的啊，儒雅的，儒雅的角色啊，角色，要不就韩叶这种感觉，我的一个角色。了解，没问题。嗯，那个直播间的美眉们啊，直播间的女生们 ，Fresh 的唇膏真的很好用，买它！啊，那可不可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就是就是充满正义的感觉，正义的感觉。嗯 ，Fresh 的唇膏真的很好用。哦，两个三个的语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哎，这样吧，就是要不用我的语气啊？我刚才，你刚刚、是不是第一个感觉就是有点？我在你心里是热情活泼的那个状态，热情似火。好，那我来用你的语气吧。啊，什么语气？哥，不瞒你说，Fresh 的唇膏真的很好用，是吧？哦、是是是，口头禅。不瞒你说，不瞒你说，对，而且还有一下，哥，不瞒你说。对对对对对好了，所有女生们，刚刚只是一个小小的互动啊、哦。那这个的话，所有女生，我觉得就是在大家，比如说出游的时候，包括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包包越背越小啊，就没有那么大的包包，是可能放东西也要，比如说什么气垫啦，什么防晒啦，什么唇膏也要放，什么孔也要放。嗯，美们，我们这样的小支礼盒装，你一次性拿到我们三支。明星产品给到大家，而且每一支都是这样的小小个，很多人没会说我用完一个就已经就要用很久啊、哦，是的，是的，我再换一个新的的话就觉得那个预算有点高。嗯，妹妹不用担心，我们这一次是 2.2 克，也不小哦，虽然长得比较的小，但是它真的不小哦，不小。对， 2.2 克，妹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到的是陈塘当红不让一支，有颜色，还有到的是我们的珊瑚红一支，珊瑚红也是带颜色的，带颜色的，还有一支是龚俊的同款。啊，我们的透明色，啊、透明色是所有女生们三支，听清楚哦。如果自己在店铺买的话，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我们今天领168元优惠券，一线品牌直接减钱。我跟大家说，还是真的比较难的哦。我们直接领168，三支只要180块钱，三支180。如果一支的话，只要60块钱哦。对，60块钱拿到 Fresh 的唇部，所有女生们冲，只有15000份。好不好？然后比如说像我的唇色比较的浅，如果不涂口红的话，会容易有点像生病了的感觉。嗯，然后我给大家做个小示范，好不好？因为它是有一点点的带颜色的，所以比如说你嘴巴干的时候，我们可以涂一点点的颜色在我们的唇部上面，这样的气色看起来会更好一些些。哎哥，然后女生涂完了之后，我跟你说，就是弄嘴巴感觉好嫩，然后别人都说，哎呀，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涂了口红还是没涂口红那种感觉。哥，你变年轻了。谢谢，本来就很年轻。谢谢谢谢，你被我变年轻了。是，哎，涂完 Fresh 还可以变年轻，开玩笑啊，不行，没有这样的功效，好吧？我们要正经带货啊，正经带货，没有这样的功效，没有，就看起来变年轻了，看起来变年轻了，好吗？那所有女生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红包啊，我们的红包口令是“龚俊来咯”，好，只要在我们的评论区刷“龚俊来咯”，就可以领取我们的红包咯。好不好？来吧，所有女生们，大家可以赶快刷起来，刷四个字，龚俊来咯，我们就有红包。龚俊来咯，想不想体验一下？我也，我来啊。你也能刷呀？我也，我这也是账号吗？这不是你自己的号吗？等我一下，打你的名字，在我旁边打你的名字有点，就是。哎，我来给你找。主要是年纪大了，是不是？你说我来找。对对对对。对对对，来咯。来，老罗，来，不是老二哥，老了没饭吃了，罗，老了你还有饭吃，当演员啊，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罗，罗不是在前面吧？罗怎么？行呗，我们两个打这三个字，打这四个字要打半天呗。哎，没有找到罗，要不然罗欧罗啊，对对对，罗欧罗，罗我罗，然后看啊，哎。然后发出来哦，行，没有了，我们两个太慢了，手速太慢了，都领完了，都领完了，对，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辛苦大家，谢谢。所有女生们，那我们先帮大家上链接，领168元优惠券，我们到手价180块钱，我们一组，好不好？而且是一个小礼盒装，比如说有朋友过生日 啊，或者同学过生日啊，我们都可以送，是当做一个小礼物都可以送。而且我们里面的植物成分非常多，比如说有海茴香，比如说有我们的大花可可树籽。然后包括我们的欧洲离子油，然后包括我们的西班牙的一个籽油，就是三重植物精油来帮助我们养护唇部，又有颜色，又可以让我们的嘴巴看起来是那种嫩嫩的感觉，哦、好不好？而且我们三个颜色有透明色，有两只红色的，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去拍，记得一定要领取168元优惠券，到手价180，三支，
好吗？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好啦，谢谢。刚刚我们整个的直播都比较的放松，接下来让你稍微的紧张一点点了。干什么？我们来一个二选一，干嘛？快问快答。哦，行，没问题，非常简单啊，对你来说，来吧。第一个快问快答，我们情绪爆发的哭戏还是情绪隐忍的眼神戏，哪个更有挑战？哪个更有挑战？我觉得，爆发隐忍，其实爆发吧，因为爆发的哭戏，对它有点那个前奏可以给你。酝酿进戏入戏、哦、爆发就是说有可能有快速来情绪点啊，对啊，了解。好，那第二个游戏中是智慧担当还是体力担当？哎呀，体力担当吧。是啊，这晚上就会有一档新综艺会上线，是的，九点半。哎呀，谢谢哥，帮你打个广告。哎呀，我也是非常称职的广告人。谢谢哥，谢谢哥，是是，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九点半，多多关注龚俊的新综艺。新综艺应该在综艺里面可以看得到，到底是智慧担当还是体力担当。好，那下一个就是做饭的时候会忍不住碎碎念，还是忍不住擦灶台？我做饭这俩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就同时进行。就有的时候炒着，哎呀，糟糕，这个是不是油放多了？了解。这个盐放多了，辣椒放多了，对对对。第四个，第四个，夸你唱得好还是夸你画得棒，哪个让你更有成就感？哎呦，这俩我真的会谢，这俩都别夸了，都不咋地，都不咋地，都不咋地。是是，我们认知很清晰啊，是认知很清晰。我们夸定位很清晰。演技好，然后长得帅，长得帅，长得帅，好不好？然后夸你皮肤还是夸你会穿搭，让你哪个更开心？这俩都很开心，这两个都很开心，一定要选一个的话。今天在这个专场，那肯定皮肤好了。OK， 对，今天在佳怡直播间皮肤好更开心啊。是。好了，那所有女生们、美们，这是一个小小的互动。为什么我们只能二选一呢？只能我们的 Fresh 的白泥可以帮大家满足不同的需求，应不应这个广告？好。好硬啊，好哥还这个广告转的好快啊，好快，就是要这样快。好，家工作还有其他的工作，我都没反应过来。好，那所有女生们，现在我们的天气越来越热了，美们会发现我们的皮肤油脂分泌也会越来越旺盛。这个时候呢，我们夏天就少不了什么清洁面膜，这个很重要，你应该有体验过，应该有体验过，是不是？那你用完了之后，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哎哥，那个我最近哈、就经常化妆、然后会堵塞毛孔，是这个真的很重要。哎，我跟大家说真的，像龚俊应该也没有时间去线下做一些皮肤管理什么的啊，对，对吧？都是天天泡在剧组里面，是的，所以那个时候只能自己给自己做皮肤的清洁，皮肤清洁这个可以清洁毛孔，对，哎，然后让你告别大油田，而且可以帮你细致毛孔，细致毛孔。因为你知道吗 ？Fresh 家他们非常出圈，就是他们家的面膜，面膜，他们家面膜有非常多种，比如说我们的玫瑰面膜啦，我们的红茶面膜啦，我们的白毯面膜，我们的那个红毯面膜啦，是，还有到的是我们那个红茶凝石、红茶酵母啦，啊是，还有就是我们还有陈糖面膜。还有我们的泥膜，就他们家做泥膜真的非常出圈，而且所有女生们你们知道吗，就白天肌肤会堆积我们的污垢杂质，然后甚至大家化妆了就会有彩妆堆积，如果没有得到彻底的清洁，长时间我们的皮肤累积这样的脏东西会引起毛孔堵塞，比如说我们的鼻子在夏天的时候有什么白头黑头，黑头，然后这些堵塞完了之后一氧化容易出现的就是什么了，就是闭口跟粉刺，是的，跟痘痘的问题，长痘痘，对，而且你的皮肤看上去会觉得暗淡无光，暗淡无光，然后现在女生们会对自己很好，买精华啦，买面霜啦，买我们的 Fresh 的双萃水啦，是，如何让这些产品好吸收，而并不是停留在我们的脸的外面那个老废角质那一层，我们的去角质就一定要做，但是我们一定不要用那种特别颗粒比较大弄去磨蹭的皮肤、用我们的白泥就行，是的，因为我们用到的是，给大家打开看一下，意大利白泥，看一下，是蕴含我们的矿物质能量的，而且他们家的话是可以平衡并且净化以及让你的皮肤变得更细腻，而且你知道吗，这款白泥哦，就是我用的时候会感觉它好像个面霜，它很好推开，你有没有感觉？是的，它延展度非常非常的高，所有女生们，因为我们里面除了用到了白泥，还用到了檀木油、檀木油以及洋甘菊花油来舒缓肌肤以及平滑肌肤，还有薰衣草花水来帮助你们软化角质，所以他们家质地就特别的柔软，而且很好推开，然后停留在皮肤上大概3到5分钟，
等它慢慢干了一点点的之后，你可以开始洗掉。但是我建议大家洗的时候哦，用一点点的温水放在我们的手心上，然后再两个这样打圈揉。哦，用温水、啊，然后变成乳白色，然后再冲掉就行了。哦，你试一试。我之前用的凉水，效果超非常好。哦，然后包括有这种女生，你们比较精致，然后我们在穿一些那种小裙子的时候，你会露出一些，比如说胸口啊，然后背后的一些肌肤。是的，如果有胸口痘、背后痘，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用在胸口跟背后，然后把那些痘痘的多余油脂吸掉，你的皮肤就会更加的干净，而且没有那么的粗糙，好不好？那所有女生们，今天晚上这个真的是 Fresh 品牌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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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意的活动力度，超级诚意。对，因为我们今天550块钱，我们这是100毫升泥膜，买一瓶直接送正装一瓶哦，买一赠一，两瓶是这意思？对，买一赠一，550块钱买一赠一给大家。妹妹们都是正装哦，哇、wow ！比如说自己一瓶，闺蜜一瓶，哎呀，自己一瓶给妈爸妈妈家一瓶，没错，好不好？跟我跟老公分享，我跟你说这个泥膜真的很好用，我觉得是 Fresh 家面膜里面比较偏宝藏的一个单品，是的。而且夏天到了，就是这个泥膜的机会点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同事敷完的一个效果，好不好？哎，对，然后它是全脸敷，因为它是油皮嘛，我们可以做到这样的全脸覆盖。然后等它稍微有点干了之后，我们就用清水去打圈，然后直接把它冲洗掉就行了。它的延展度非常好，而且它不会很干，不会很干。因为你知道吗？它刚刚在旁边已经有等了10分钟。其实我们在家里面自己5分钟，那它的干的速度不会过于快，就是让你的皮肤还是比较的偏清爽的。好吗？辛苦大家了，所有女生们，你们准备好了没？3、2、1，上链接。550元，我们到手2瓶100毫升给大家，好不好？意大利白泥，我们上链接咯。上链接了，但这个只有9000份，美们，这个只有9000份，如果没有了就没有了，好吗？61号宝贝链接，我们的 Fresh 意大利净肤白泥上链接咯。上链接是，然后大家已经在那个61号了，然后大家可以下架了，下架了。好，这个活动力度很可以，对不对？可以，因为今天龚俊来嘛，活动力度当然没有没有，佳琪哥的直播间活动力度肯定可以。他们说这是我签的新助理吗？哦、如果是我签的新助理，那就太棒了。开玩笑，开玩笑。对，龚俊，好，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龚俊的作品以及新的综艺，是的，好吗？那非常感谢龚俊今天再次来到李佳琪直播间。觉得怎么样？玩得很开心，玩得很开心，很开心。我直播间应该比较放松吧？放松，而且学到很多知识。是，好专业啊！没有，就每个人在每个行业都有自己擅长的点。是。那这样还是要来到直播间，我们要在今年给到我们的所有女生跟喜欢你的女生们一句祝福，祝福。啊，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啊，谢谢大家对舒肤佳和 Fresh 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多多来佳琪哥的直播间做客。谢谢。哎，对他们的祝福啊，不是做客，多来佳琪哥的直播间玩一玩，对，玩一玩。那对他们的祝福呢？祝福就是天天开心，天天开心，恭喜发财，越来越美丽。好，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实在。对，实在简单啊。那大家也多多的，就是关注龚俊的新的作品。是的，也希望下一次可以再有机会请你来玩哦。哎，谢谢哥，好，辛苦，谢谢哥，谢，辛苦，谢谢大家，我就走啦。谢，拜拜哥，拜拜，拜拜，辛苦了，嗯，好吧，谢谢大家，我们。